文白先生，听说你要回南京，我特意来劝驾呀。谢谢你的美意啊。这次和谈十分的繁忙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应该好好休息几天呢。我已经复电李宗仁、何银钦，明天他们就派飞机来接我。 周先生，请坐。坐。啊，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。双方代表团共同通意的国内和平协定，竟然被南京政府拒绝了，大家都很遗憾嘛。但是啊。 现在形势发展的很快，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，也已经全面崩溃了。我们估计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恢复和谈还是很有可能的。啊，<笑>我们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四条中有两条是谈到和平的。退一步来讲，全面和平实现不了。 那么局部的和平呢，还是有可能的。这个协议啊，还是有用的嘛。嗯，恩来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。可是，我们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。和谈既然破裂了，我们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。代表团既然是南京政府所派遣，任务结束了。 理应回南京复命。别人不回去可以，我是首席代表，我不能不回去复命啊。文白先生，不是不让你回去，是不能够回去。现在的局势和你在延安的时候不同了，你们几位代表无论回到南京、上海，或者是广州，国民党特务都会找你们的麻烦的。不至于吧？ 我们毕竟是政府派遣的嘛。哎呀，上海的特务头子猫沈扬言，凡组合者都是亲会，一律手枪对待。你们几位代表在南京的住宅啊，早就被特务监视了呀。和谈破裂，组合的李宗仁先生也控制不了局势。哎，那组合者回去焉有安全呢？ 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请你相信我们的情报。西安事变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，现在不能够对不住你了。啊，恩来兄。 请容我再三思吧，啊！好好好好，去留问题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现在你跟我到机场去接个人，接什么人还需要我去？哎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是什么重要的人呢？啊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好好。 我们就看看，文白，文白，恩来，这是不是在做梦啊？<笑>只有蒋介石他们才会做梦呢。<笑>啊啊，好，请吧。啊啊 你在南京。 害怕了吧？没有周先生，我们就见不着面了。现在不用怕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恭喜贺女士，一路受惊了，现在一切好了，一切平安了啊！来啊，谢谢。 太谢谢了，文白先生，你不是要回去复命吗？
啊、现在可以上飞机了、啊、上着飞机啊空着飞回去吧现在南京是人去楼空喽、啊、对戴东东，戴东东，叫我有什么事？汤总司令，南京周围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能守几天？各路敌军正逼近城郊，炮声很近了，看来他们要攻城了。也要通告全城军民，就说戴总统还在城里，大家不要惊慌。你要势令各军，务必制止抢劫掳掠的现象发生，违令者格杀勿论。是，戴总统，根据我的估计，今天晚上没事，但您务必在明天清晨离开南京啊，否则安全我们无法保证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22日。会有23日了。难道国民党执政22年就这样灭亡了吗？这是巧合还是天命？大概是天意吧。天意难违啊。好一个陈老总啊，可报了烟福了吧？啊，你又没有在总统府的墙上提携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到此一游啊？啊，什么？哦，
邓小平、李伯承还没有到啊？哦，后天就到。好，你们到了以后啊，给我们打一个号。在这里开会的中央书记们呢，都祝贺你们呢。祝贺你们啊，什么知识啊？一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雪霸王啊，什么人的诗啊？哦，鄙人毛泽东的哟。好好啊。阿爸，阿爸，共军攻陷了南京城。你说什么？真的进城了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！经过，阿爸，完了。经过，经过。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是啊，南京解放了，应该高兴。抓到了，我抓到你了。你坏，你是蒋介石，是蒋介石。我不是蒋介石，我是蒋介石的死对头哦，我打的他呀到处乱跑哟。
文白啊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呐、啊，你的心情怎么就是不晴朗呢？慢的话，身无公务，每天就是逛逛公园，听听京剧。这几天，恐怕是我从军从政几十年来最为悠闲的一段日子喽。周先生。哦，张夫人，您这是？哦，战士们都很辛苦，我出去给他们准备点东西去。啊，不用那么客气嘛，他们有他们的责任。文白先生在吗？哦，在在在，请。啊。姜。姜了。啊。僵死喽！啊，哎呀，不算不算不算，文白兄，这个、我刚才走神了，哎，这不能算，这不能算。文白兄，这盘棋啊，其实你啊，周先生、啊，你好。哎呦，少老你也在这里啊？是啊，主席跟你啊正要请教共同纲领呢。哦，啊、快坐我的车去吧。好、嗯、好。哎呀，你看，文白兄啊，啊，我想象中的你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哎呀，我苦闷得很呐、啊，哦，我老想去找你诉诉苦，可又怕打搅你，所以我这不是抽出时间来看你来了吗？哦、哎，我们这位少老啊，人到哪儿棋到哪儿，下到哪儿，毛主席可没有时间陪你下棋吧？哎呀，文白啊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棋里的学问大着呢，棋分对手，将遇良才嘛，说不定毛先生啊、哎、和我会下出共同纲领来呢。你快陪周先生、哎，我去送少老。啊。哎呀，我们这位少老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哎，周先生，你请坐，请坐啊，心情舒畅，长寿健康啊！哎，可惜我做不到啊。有苦闷才向你张自忠嘛啊！你这是一种新的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苦闷呐、啊。新的，你是身在北平，心里却想着蒋介石、李宗仁他们那边的事情啊。曹营虽好，旧情难断呐、啊！啊，真是知我者周公也。这里是好，可是蒋先生还有德公，我们毕竟在一起共事几十年了。他们两个都很信任我，这次危难之际，我抛弃他们而去，于心不忍呐、啊。我仿佛天天听见他们在骂我叛变投机。文白兄啊，你的障碍就在这里啊，你把回归当成了叛变。还记得吗？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在蒋先生手下携手共事啊，那不就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？后来蒋先生背叛了革命，我才与他分道扬镳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啊。我们的革命是对孙先生遗志的继承和发展吗？现在你参加了这个队伍，难道不是回归吗？你这个话也有道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背叛的是背叛了孙先生的蒋介石啊，反悔了你革命的初衷，你还把回家当做了投机呢，这对吗？我知道你是个穷苦人出身，奋斗几十年
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吗？只是路没有选对嘛。你说这里好，这里为什么好呢？就是这支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这才做出了这些让你觉得好的事情来嘛。现在你参加了这个队伍，不就是回家了吗？恩来兄所言极是啊，我现在确有回家之感。要说背叛呢，我也背叛过呀。文白兄，你是知道我是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的，参加了革命，不就是背叛了那个剥削阶级吗？背叛有什么不好呢？问题就看你背叛的是什么啊。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啊。茅塞顿开啊，茅塞顿开呀。哎呀，恩来兄，你今天有功啊，我待会儿让建内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一道你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，哎，还有你爱喝的绍兴老酒，咱们一定喝他一个一醉方休，怎么样？好，文白兄啊，现在呢，主席还要向你请教建国的良策呀。是吗？走，我陪你去。也周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，今天毛先生的一席话又使我愁云尽扫啊。尽扫未必呀、扫去一颠呐、我就慢移喽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尽扫尽扫，愁云尽扫。文白兄啊，我们言归正传吧。哦，今天我请你来呀、是想向你请教监国亮策的哟。哎，张某人是败军之将，焉有良策可言？国民党执政22年失败了，今后是贵党执政，中国向何处去，究竟怎样做，责任重大呀。差异，差异呀。今后应该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啊，合作着做，你可莫想轻松哦。文白兄啊，有什么你尽管讲，讲错了也不要紧，言者无罪嘛。既然毛先生如此坦诚，我就讲上两句。请讲，请讲。当今世界是美苏两强争雄，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啊，所以从国家民族为计，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，也不倒向苏俄，生意两边做，利益两边沾嘛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讲，你们千万不要走国民党的老路啊，希望你们能够宽容。文白先生啊，你讲的呀有点我同意。但你今天讲的问题呢，我看有商榷的必要。我看呐、美国靠不上，即孙中山先生40年的经验和我党28年的经验看，我们只能是一边倒，往北倒，骑墙是不行的。哎，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嘛。至于谈到宽容的问题，哎，难道对反动派也可以宽容吗？对反动派就是要实行专政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反对人民的人实行专政。
文北先生啊，嗯，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给那些有糊涂思想的人们看一看。哎，我还要在这个问题上好好的和你争一争哦。哎，岂敢岂敢，我就等着拜读了。主席，啊，文白先生，啊，这是刚刚收到的《中央日报》，上面说呢，张治中等南京和谈代表被中共扣留，失去了行动自由了。哎呀，这是造谣污蔑嘛！我明明是毛主席的座上客，啊，怎么又变成中共的阶下囚了啊？荒谬至极，这简直是……哎，文白先生也不必生气呀。中央日报、中央社不造谣，靠什么吃饭呢？这是欺骗舆论，不行！我要发表声明。收到张治中在北平发表的声明，要不要念给您听听？念吧，看看他胡说八道些什么。国民党南京代表团代表张治中先生在北平发表声明，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闲适自在的生活，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有日俱增。有什么缘由呢？我留居北平数日来，以我所见所闻，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，新的趋向，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。这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，深得服务人民、建设国家的要领，而且有严格的批评制度、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。宣传宣传，文白着了魔了。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是有效率的，没有贪污的政府，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简朴肯干、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。不要再念了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，是为共党歌功颂德的一派胡言，一定是毛泽东带他写的。哼，不过从文风和口气来看，倒像是张治中的。不过这个人一向不忠不义，一向投机的。我又认错人了。不过共产党在做人的工作方面还是很厉害的，尽管我们要承认失败，但是我们没有被消灭。到了台湾以后，我们要用权力来对付危难，要重新振作。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走了，只要我们保持住台湾，就还有回来的希望。经国明白了，我一定遵从父亲的教诲，像父亲日记所言，忍辱负重，挥泪前进。
长老啊，我们家乡湖南的和平丐方，还得借重您这位和平老人哦。陈潜一直在策划起义，他看了主席给他的信以后啊，正在加紧部署，只是陈明仁顾虑较大。他说他1947年6月在坚守四平的时候受到蒋介石的嘉奖，他担心共产党跟他算老账。共产党啊，不计旧账。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，各划各的船，谁都先划赢嘛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可以理解。只要他站过来就好了，我们是要重用他的哟。主席啊，有您这话，那我就去湖南走一趟。那就拜托了。你们这几位和谈代表都在为和平奔走哦。你们可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哦。主席，严重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文白啊，你的那篇声明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感受啊。文白啊，你的那个弯子是怎么转过来的啊？哎呀这些日子啊可够苦的啦，整天是上魂落魄的，一见着我的面呐、啊，就是什么投机呀、叛变呐、重啊、义呀、的，一脸的官司。自从发表了声明啊，我看是安静下来喽。那还不是因为那天周先生，他跟我讲，他跟我说，文白先生，你这是封建道德，你只忠于蒋先生一个人，你没有考虑忠于人民呢、这是在我背后计谋长啊，顿时使我清醒了许多。后来毛先生又跟我彻夜长谈，还有林伯渠啊、董必武二位老先生给我送来了许多的书，让我开了窍。那么你这个窍是怎么开的呢？我在想啊，是，我是一名国民党员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，是领导人员。那么我和国民党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是革命的关系，今天他不革命，我就不跟他走了，这不是投机，这是顺应时代的潮流，这是革命的选择吗？言之有理，不分好赖，从一而终，那才是封建呐。那么我和蒋先生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也不是一般的关系，更不是封建关系，而是一个革命党人和党魁的关系。过去他曾经革命过，我跟他革命没有错，可他现在不革命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反革命了，那么我对他长期存有幻想，这就错了。现在我觉悟了，我离开他，我抛弃了他，我投向人民，我归于革命。前两天中央日报说我们和谈代表团是集体叛变，这难道说是叛变吗？这不是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早的初衷，回到革命上来了吗？
哎，这样一层一层的想，我就想通了，这个思想包袱也就彻底丢掉了。嗯、啊！哎呀，尤其是啊，哎呀，我们要学习文牌兄丢掉包袱，轻装上阵啊！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啊，哎，大家都请坐，请坐吧，啊，哎，好，哎，文贝先生的声名啊，写得很好，尤其是后面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，向他们指明了唯一光明的出路，啊，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诚愿望啊。那还不是毛先生、周先生经常对我帮助和启发的结果。你们公务繁忙，百废待兴，还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叙谈，文白真是非常感动啊。来看看老朋友们，听听大家对我们的共同意见。主要是呢，请诸位和平的工程今后呢继续为和平效力哟。啊，就直接了当吧。啊，第一兵团已由兰州及青海兵分两路啊，进军新疆。有请文白先生电告新疆当局，敦促他们起义，为实现祖国统一建功立业。啊，主席啊，我早有此意啊，只是现在跟陶之月、包尔汉他们联系不上了。我们已在宜宁建立了电台，你们把电报打到宜宁转迪化。我们还考虑啊，想请文白兄到新疆去协助彭德怀同志主持西北军政工作呢。好，我马上就发电报。诸位老友还有什么吩咐，我们愿功驱使。什么驱使啊，啊，共同从事一个光明的事业吗？旧地一夜翻过去了，我们呢、啊、要携起手来呀、啊、熟悉新地一夜喽，啊，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。今天呢、啊、我们来就是向诸位军阶贤达求教的哟。朋友们，二十多天前，诸位呢曾经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在这里与我们为了和平而争吵，而今天呢我们又在这里畅谈，那意义就不同了，因为你们已经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了，我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，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今天国共双方代表团欢聚一堂很不容易哦，我建议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一个相好不好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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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